90年代嘅 JDM 四大戰神，近年香港都翻咗唔少。無論係朝頭早嘅 Morning Drive 啦，同呢個各大車會聚會咧，都見到佢哋嘅蹤影嘅。嗱，老實講，呢20幾年前嘅跑車咧，同而家嘅車咧，真係冇得抽啊！但係點解佢仲有咁大嘅吸引力呢？嗱，今日咧，我唔單止帶嚟四部市場上罕見嘅高級版戰神，仲揾嚟幾位咧，當年已經揸緊呢幾款跑車嘅香港車評人，同我哋以過來人嘅身份分享一下呢啲車嘅性能表現啦，同埋佢哋之間嘅愛情故事嘅。其實當年咧都睇到呢款車咧，都已經好中意個外形噶啦。再加上咧係撐佢嗰個車廠不離不棄咁去不斷改良呢副轉子引擎咯。苦啊，梗係佢嘅大食啦，耗油量勁高啦。當年嚟講入300-400蚊嘅話，可能大半個鐘頭行曬噶啦。落嘅話就係呢架車佢個50-50嘅重量分布比重咧係好平均嘅，因為呢架車好輕嘅。同埋佢係用雙搖臂嘅懸掛結構啦，所以其實佢喺過彎上面咧都好得心應手嘅。咁記得當時試過喺風力流龍翔道風力流都可以去到差唔多爆標過嗰啲 S 彎嘅。至於引擎嚟講咧，你可以如果細緻地去感受嗰副引擎咧，你可以聽得到或者感受得到個轉子起動嘅時候會喐嘅嗰啲感覺出嚟嘅。佢會俾到聲你聽，亦都有 motion 俾你。啲人講話個高轉嘅時候嘅嗰啲高頻聲咧，係揸到出嚟嘅，係的確有嘅。你可以如果擁有嘅話，你可以感受得到。我其實在大概15年前咧，喺東京港車展咧睇過阿積護學咧嗰架 Super 換咗套包圍之後咧，我就愛上咗架 Super。咁我自己曾經喺街度擁有過2至3架 Super， 我記得就咁啊。賽車，譬如賽車嘅 Super 大概6架到啦有。Super 俾我的感覺咧，就係好重啦。但係 Super 副引擎俾我咧個魅力咧，到而家咧都係咁犀利，就係、是。深不見底啦，因為呢架車個副引擎可以 turn 到去800至1000匹啦，呢個就係佢嘅魅力啦，對我嚟講。咁而 Super 嘅喺街道日常嘅操控咧，如果你話要同其他呢幾架車比咧，咁啊應該係難啲嘅。但係我自己經常用呢架車參加唔同嘅比賽表演咧，我對呢個車架非常之滿意啦，因為我自己將架車偷到好輕，亦都 turn 到個 power 好大，所以就揸得好得心應手。其實呢個 Super 咧喺街道咧，如果你唔換咗個避震機嘅話，裝翻 LSD 記憶紙咧，根本好難將佢呢架車咧個味道攞出嚟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原裝記憶紙咧，如果你高轉啲轉咧，好容易跣個記憶紙嘅。另外咧，呢架車咧個扭扭比較大，如果冇 LSD 咧，去令到架車平衡翻，亦都好難揸。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個避震機啦，原裝避震機嘅擺幅咧，如果你高速入彎咧，會比較多啲不同嘅擺動。咁如果換咗避震機之後咧，亦都可以容易啲揸。最後一樣嘢啦，架車比較重啦，當然啊，咁最好又將個 brake kit 換埋佢，咁啊更加安全啦。NSX 咧本身咧個喺日本車嚟講咧好特別，佢當年咧係第一架叫全鋁合金嘅車，同埋咧冼拿咧係幫手去開一發呢款車嘅。當年我哋嘅車神就梗係冼拿啦，咁所以根深蒂固形象，我又中意咗呢架車。嗱，我中意 NSX 咧，因為我喺美國讀書嗰陣咧，有啲好有錢嘅同學就買咗嗰啲 NSX。
咁我咧就坐過一次，那個功能刺激可以咁犀利嘅咧。咁自此之後咧，咁啊翻嚟香港打工咧，咁啊好努力咁樣死慳死抵，飯都唔食咧，咁啊用曬成副身家咧，就供咗一架前期款嘅行貨棍波 NX。我好記得係嗰架車咧係920嘅。嗱，首先咧 NX 就係、是、當其時嚟講咧，喺日本車嚟講咧，做到中置引擎後驅嘅車咧唔多嘅，而 N 仔個平衡性咧好高啊。以 R 佬嚟講咧，係1230 kg，以翻當其時280匹咧，其實個馬力重量比係非常之好嘅。而 NX R 嚟講咧，嗰條避震咧個彈弓基礎咧係硬咗，成架車咧個反應咧係好直接、好快嘅。你講到揸 NX 最辛苦，咁啊梗係冇風油胎啦。當然喺 NX 車系嚟講咧，佢係有電胎呢個風油胎 option 嘅。咁但係你睇下而家啲 NX R 同埋我以前買嘅 NX，我哋玩得最正宗咧，係一定係玩唔用電風油胎嘅。咁當然用唔用電風油胎泊車，梗係扭多好多手，係好辛苦嘅。咁你話最開心，最開心梗係爆踢爆到8000轉嗰腳啦。呢啲係當年嗰個年代車，其他車款冇得比美嘅。好記得1989年嘅時候咧，嗰陣時咧就我好迷戀車書嘅。咁咧當時咧香港咧仲未有人識 GTR 嘅，咁啊啲車書咧就已經講到佢咧天上有地下無。咁啊到90年啦，澳門東望洋嗰陣時，長谷見昌雲揸住架 R32 嘅 Group A 咧，就贏咗當時嘅寶馬咧半個圈。咁啊！突然之間咧，就全香港就爆紅，咁啊理所當然地咁啊愛上咗佢啦。西款車嘅趣事咧，其實都唔少嘅。例如啊，我以前啊揸啲扁踢踢嘅跑車咧，啲阿婆一見到咧就會彈開嘅。但係揸呢啲跑車咧，佢見到你仲會繼續衝出馬路嘅，得到只狗咁啊。咁啊難忘嘅事嘅就係因為我揸 GTR 咧，就認識咗車神萬亨，因為大家嗰陣時咧都係喺同一間車房咧就做維修嘅。咁啊，若干年之後咧，我再見到亨哥咧，佢第一句就問我：你架 R 咧去咗邊啊？揸依架車咧最苦嘅，我諗都係入油啦。夜晚出嚟飛4蚊，走唔甩咯。GTR 咧嗰副 RB26 嘅 DETT 機器咧，係人都知道佢勁嘅，可以改到成千匹。但係咧，你作為一架原裝車嚟講咧，佢嘅性能咧其實就並不如大家想象中咁勁嘅。咁啊，所以話你一定要花啲錢去改啦。咁啊，至於操控嗰方面咧，其實咧佢套四驅咧，一般嘅情況下都係行後碌嘅，100% 尾輪驅動嘅。咁啊，如果你想去揸到四輪嘅效果咧，譬如嚟玩山路咧，你一定要夠姜踩油，將啲力咧由後面泵去前面咧，咁咧你就可以保持佢又靈活又拗彎啦。